色的出现当早餐，可是呢在夜市当中出现的好像据说也只有在师大路的这个摊子了。不用据说，我刚才问了我们台湾本地的导游，对啊，导游先生告诉我这个在台中台南也就是在北部地区嘛，其实在淡水啊还有在台北部可能还能吃得到，但是台中台南可能就没有，所以呢特意带你来吃。哎，你看视觉的，其实如果光给你看视觉的话，你会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，哦，白白清清的，完全没有味道，就是清汤寡水，这有什么好吃，对不对？那没有，我们过之后呢，重庆的酸辣粉，但是尝过以后不一样，就是它很鲜，而且是故意冻出来的鲜味，它本身就是骨头熬的汤嘛，是这样的，这是骨子里透出的鲜味嘛。不过我也知道一点，对，就是说这个汤呢，它是完全没有加任何味精。当然不用，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太依赖鸡精和味精。嗯，你像我炖鸡啊，或者炖那个骨头汤，我都用常加牛奶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直接你就放一点点的这个盐呐，然后和这个葱姜拌料，就你只要炖了就好。那它的蛋骨汤呢，确实鲜味是原生态的，非常香。对，而且不加鸡精以后。味道不一样，对，是吧？不会有味道，能会有这种感觉。这个呢，你喝了以后呢，味蕾它有点甜，越味越香。那纽约都有什么分配呢？你已经糟蹋了这份米粉，有点糟蹋了这个肉，吃吧。这叫湿的米粉汤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豆腐有点甜的。哦，我就听说了。